的话，把老牛放给对面会很难受。对，那既然选没老牛的话，对面有老牛，这个泰坦就没有那么好选了，选个洛也不错。酒桶被炸开，小明的酒桶是非常非常招牌的。是的 ，Crying 靠下，因为下半区是有做掩背的，来，小明来了。开狼头加坐，要打快人闪现了，但是他是乖乖保护闪现，先拉开距离，朝头到了，哎，闪现想顶顶起来了，一技能这一出略出到先秒，闪现有个灵光披风加速，但是海哥应该还是能杀，哎，被顶起来了，小虎一技能戳过去，但是小薇应该是追不上了，追不上，自己也交了闪现，嗯，两边都是开下来，这种属于发挥加里奥的特性啊，硬来，这边是嘲讽到极致，然后闪现顶。空拳是调整了一个方向，卷轴要烧掉，被压，又要来点真实的了，小虎，这个狼头是好的，阿莱德这个线其实有点小危险，好像反应过来了，也看到了，中路平行号了，来了，直接跑，直接跑，就会开狼头，直接冲出来，这个炮车你补，来了，直接来，直接硬来吗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对，这波先锋拿下来可以变身了，这边奥克直接开大招，要 A， 这边奥克虚弱套的有点把自己血量掉的实在太多了。嘎啦，这边要选择硬追吗？有闪现，闪现 Q， 哎，但是这边已经拉不出身位了，一换一他只能扛两下塔。是的，一换一，双方这边的召唤师技能全交，要硬来了。但是小 C 是有六的，小明只有五级，这边先锋已经被 UP 给拉走了，想了想算了。对，小薇这里轮到了，可以挖一套啊，直接开挖，能来呀、啊！这波伤害已经打满了，而且小薇是有大招的，没有急着交。我们看下路这一波。开大招，这 Elk 的虚弱套的有点点晚了，他血掉了很多，然后才想着套虚弱。是，这个血量没办法，刚好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哎，这边直接开挖，挖到，这时候怎么走呢？交了一个闪现，下达一个校尉猛冲，赶紧溜。又来了，小队守不到了，但是这里是有大招的，小队直接开一个大招。中路吧，主要是中路，只有中路有线权。又来了，小虎有大招呀！英雄登场，闪现下来，空拳冲到，但是这边闪现嘲讽，炸药哥不够，小虎扛卡扛到极限，但是应该换被换掉了。要换掉。大招打断，哎、啊，很经典、很经典，打断了。哎，嘎啦犹豫了一下，走远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哎，可是有闪现交出来，但是拉不开距离，但小虎被夹子给夹了，但影响不大。对，旁边 TP 关是凯南，凯南要留，这个位置能走几个呢？这边几个大招，大出两个，这边再下来的阿斌其实自己大招刚刚好，有机会可以操作吗？好像没有什么机会，一技能踢一下，踢到快影，快影人都被收掉，这边嘎啦还在输出，他一个能输出几个呢？好像一个都没有办法。太瓜了，嘎啦 A 疯掉了，但是他讲一打三，海格走不了，来挂一个，阿联早也走不掉，有机会可以再吃一个牛肉吗？你过来，有机会吃牛肉，有闪现的，哇哟，硬刮刮掉了三个，嘎啦，嘎啦就这么硬刮刮死了。是的，而小薇这机会找得好，但是他暗爪过去没顶起来，他暗爪过去被拉开身位了。嗯，我看一下，暗爪被闪现躲了。小虎太尴尬了，走过来要原地开了个小虎被夹住了，尴尬。这波击杀，甚至是个单杀。嗯然后嘎啦在这开个大招，直接刮刮乐，超线爆闪输出秀，超线爆闪直接开刮，一技能踢到，看这三看这三个人将近2000多血就被他硬刮死了。对，刮，硬刮，哎，来一点，其实你别出伤还不错，是的，主要是有红 buff， 慢慢磨，一磨磨死。闪闪闪二连被人家躲掉了，嘎啦反应很快，这边小队是把自己闪现给交掉，但他还留着一个大招的。其实这一波是算是白赚一个闪，因为他海克斯闪换掉对面的闪现，二连顶起来，这边叠上小明，但自己非常脆，这边被炸了一下，小队直接被炸走，原地小明开了一个金身，不过这里阿斌就没有那么好受了，旁边有一个超级的死神飞弹把旁边的阿斌给收掉，不过这里得入进了一个收割模式，他真的能收割吗？交了一个一技能，先把身位给拉开，没死呀，嘎啦还没死，这个时候挖掘机作战能力就非常强了，有一个 W， 大家又拿到一个瞎当的人头，而快影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没什么血量，交了一个闪现过来要找，闪没有找到，没视野，快影谁都看不见，小虎来了，闪现有双配嘲讽，一拳下来，哇，这而且还是雷克赛的一发导弹，对吧？感觉嘎啦已经势不可挡了呀。UP 这个阵容确实不太好去碰到这个泽利。
有点突破不了加里奥加塔米尔这道防线。而且这两波其实已经给泽利威胁了，第一波打闪现，然后这波也是给泽利不小的威胁，但泽利走了居然，一丝血就是，看一下，走十四滴锁住，打到过来，这个就挖掘机作战才下来的，小规模团战打成这种三打三还是很厉害的，是，然后都是一丝血，哎呀，快人这波难受啊，主要去躲那个正义冲拳。他走位了一下，冲！哎，炸回来，小 C 先把大招给交掉，自己还有闪现的，慢慢刮，慢慢刮，给点燃。我要这边接闪现，顶回来，顶到嘎了，嘎了是没有闪现的。哦呦，这边是完成了一个超神，但是人头1000块啊，1000块，快让你大补一口，兄弟！哇，这个已经算是后牛宝了，整整1000块拿到，双层的，炸回来。小子在等，一直在等，等队友过来。我假装不敌，我闪现 Q 直接顶过来，兄弟吃。我1000块。哎，阿斌已经把中路线给推过去了，现在阿斌选择去推中塔，而且在这里也不动小龙。阿雷斯受不了了，中塔没了。先激活一下小龙，而且 Hacker 只有半血了。但是龙的仇是在 RNG 这边的，看一下龙怎么说，要拼惩戒吗？小维上来顶起来，但小队手大招到这边的话，先把小兵给秒掉了。这里小虎进场，反正顶一下，阿斌来了。这里把泽利突出位置太好了，没有人的话，阿莱斯来了，但是泽利有闪现，闪开了以后还在突出。这一登场，发现对面两个人，泽利翻墙直接走了。还活着，快人想开大逃跑，那边嘲讽住了，走不了，只剩下了 Hacker 一个人，没有办法，双拳难敌八手，现在直接回 M78星云了。我看这一波，小明直接进去先卖一下自己，先吃一波技能，这边是骗出了 Hacker 的大，然后 Gala 在后面，这边开了大招之后吸了一个盾，交闪现，几乎没有吃到多少伤害，而且在和 Gala 的对拼之中，直接交一技能把身位拉开。后面持续输出，这边想要开车走，也是被最后通牒坐了下来。Elk 这波几乎是被小虎单杀了，他人怎么过去？开车运去，把小 C 给运过去，要帮阿 B 吗？的阿 B 有钩索呀！哎、闪现硬开，兄弟们跟得上吗？兄弟们跟不上啊，把九大给骗出来了。这边是骗了一个大招，小 C 这里是没有叫大招的，但小 C 没血了呀。而且没有什么小兵之类给他回血，后面有了 TP 过来是一个加里奥，加里奥要包吗？要硬包，要硬包。小虎这里是有金钱在手上的，不准走啊！哎，要逃跑！阿莱斯大招已经白交了，交出来以后没有大招对面的伙伴，而且艾欧特也被秒了，艾欧特没有退出任何的机会，直接被秒，直接没了，记了记了。充能完毕，这阿斌就直接过来一个最后通牒，不讲道理。他上波通牒就是你出春哥甲，这波通牒就是你没有出春哥甲，就是这个下场。是的，那这波就没了呀，30分钟。就这一点也告诉了大家，这个版本 AD 是能够 carry， 但是他真的很怕锁头。对，锁住了是任何操作空间都没有的。锁头就如果说对面什么泰坦啊，然后卡米尔这种你实在躲不了的，那你就真没办法。这个是操作不能躲过的东西。对，就你要看什么泰坦啊，然后包括像是什么卡米尔，然后包括魏这种，你是真躲不掉的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，31分钟，我们恭喜 RNG BO3 先吃得点，拿下第一局打这套的。他就是玩加里奥那个人呀、啊。对、啊，只是说那个挖掘机不是跟着自己走的，以前他是去上面的。对，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，前面其实真还好，前面甚至说 UP 有点小领先，他拿完先锋上路推两个塔还是小领先的。是的，给到了 Gala， 该场这场也是发挥的非常出色、哦，这个赛季才是第二场 MVP 啊。其实这个赛季 RNG 的 MVP 分的挺均的，很均匀，大家都在 C 嘛。